们做人哦，我们做一个人，千万不要骗人，尤其这个骗人最容易犯，就妄语，妄语，妄语。你知道我们佛教徒守五戒，不杀生，第一个你不能够杀生，啊，不邪淫，啊，不邪淫。在佛法的规定里面算是正淫还是淫呢？在佛法不规定的范围之内就是邪淫，不邪淫。第三个最重要，不妄语，不妄语，不脱道，不脱道，不妄语。你不可以讲假话，其以妄语，两舌恶口都是属于妄语。另外不饮酒，不脱道，